起来就吃饭，看看今天早上的菜系。这是大豆腐炖土豆干，还有酱八宝咸菜。你不吃啊？小米粥。青萝卜蘸酱。这个萝卜是紫不溜丢脆。老脆上了，这萝卜一点都不辣。上萝卜，来。让让，这辣不辣吗？萝卜不辣，真是不辣，甜。我也来一块这个萝卜，吃完饭了，我爸要擦地。倒点这个东西擦地，砖可好使了，擦地板、地板砖都行。我擦地了，谁不用下地走了，老高。我这样我咋下地走啊？他一干活就有事儿，就有动静。不干活你得。我白擦了。我也上炕啊，一会儿。我爸干活时候，我们都得在炕上待着，不能随地乱走。我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啊。妈，起来。好嘞。拖鞋我刷完了，剩下全都交给我老爸了。我老弟这吃完饭了，在这打针呢。这味儿挺好闻的，橙子味儿。一擦完这屋里都一股橙香。嗯，清香，橙香。把萝卜拿屋来，接着吃萝卜。早上剩那么多，来，哥，吃萝卜。